颇是耳濡目染，出落的根据大家闺秀的仪容而显亮熟得。他为李纯生下儿子李佑，而女儿祁阳公主。李纯即位后，将郭氏封为贵妃，却一直没有把她封为皇后。朝臣们在一年中三次上奏给宪宗，说道：国中不能有帝无后，郭贵妃出身高贵，身有子嗣，又是您的嫡妻，已向以娴熟打理，入臣于宫廷内外，是国母的不二人选，请立她为皇后吧。